那这个2000万的得主有可能是当地人吗？其实也不知道，因为有很多人买了一张就走，所以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谁刮中大奖。那之前是不是有做梦，梦到还是说有什么样的蝴蝶飞进来啊？之前是有一只蝴蝶飞进来啊，但是在这之前我们都会去土地公庙祈求土地公啊，希望可以让大家都可以中大奖。那是不是因为有可能这只蝴蝶带来好运？我应该是蝴蝶也有啊，旁边这一只蟾蜍也有。这家彩券行开出2000万头奖啊，你有没有什么感觉？非常开心哦，所以我今天从那个我们园林啊来这边是买好几袋，我们一定买10万多块了，我们买10万，特地从园林来买。对对对对对。